来，我先用。来，什么菜？来，这卤鸡腿啊。什么菜？你要来挑我讲好啊？我今麦咧看者，上面就卤鸡腿。来，卤鸡腿啊，边仔一个。这一包十几啊吼，熟个啊，唔免阁煮啊，唔免阁巴西巴，一支鸡腿四十块，十支四百八啦，两百咯。来，两包。有人要食卤鸡腿无？两包。卤鸡腿，人要食无？两包。 下个礼拜月亮虾饼啊，我是甲你讲，甲你两个拄着这个点菜就是外口，甲我讲，我你免做另外动作。两包够买啊无？卤鸡腿。两包。拢有啊吗？卤鸡腿拢有咯，来，这包互你收。来，月亮虾饼几个？来，月亮虾饼要食两包，几个啊？几啊几啊？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，几啊几啊？来，两包够买月亮虾饼啊无？两包，收起来咯。来。 来，毛豆，你买呗，毛豆你买呗。啊，你逛完给我，逛完给我。来，毛豆上面写几个？来，毛豆没了，毛豆没了，毛豆没了。来，毛豆最后一个八三上面也无啊，一百三。无啊。八三上面写一百三十，然后毛豆没有了，一百三。毛豆最后一个八三上面写毛豆。这样，这样是平啊。 来，够完上面只，够完。来，这边哦。来，够完够了没有？够完。来，你妈咪有卖四只，我卖两百了。有人要够完的无？两百，够十斤。来，够完了没有？够两百。够两百。这个是包一百了。这个是包一百了，有人要四只，我一包。这个是包。这个你讲我够了，你听。我来介绍了，来，你讲你讲，我够了啊，我够了啊，哦，一斤一斤够了。我包这个三百。但是你其他要来花，我你花无？够了没只只？来，卤的青鱼用煎的就好啊。爱食卤的青鱼的，只用鸡笼的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三百了。来，三百。来，两百块。来，两百块。这边只来啊。来，卤的青鱼用煎的就好啊。爱食卤的青鱼的，只用鸡笼的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三百了。来，三百。来，两百块。这边只来啊。来，卤的青鱼用煎的就好啊。爱食卤的青鱼的，只用鸡笼的，免五百，
哦，五百拢装修起来，一个人要一只大只的新鸡，一个350。那人要食鲍鱼鸡无？350，350。350个要鲍鱼鸡无？350。以上拢有啊，来冲我你收。好。来冲我你收，太黑了啊！啊。来汤包是啊呗。汤包你摕一包怎啊吃去了？还去用好来下啊是啥？钓起来啦。哟。下啊呢，咪够顶去。来，个人要食鸡块。鸡块真嘞，鸡块钱的哦，鸡块阿拉煮阿拉好食，一包百八，两包三六，绝对无输麦当劳，唔免三百二啊，我拢唔免一个人买两包试食，先加钱150。来150啊！来150啊！来150。来，人要食鸡块，我这包再少你来，人车要过啊，150上面来150。小心啊！车要过啊，我过一个150。来，我有一个啊！来150个，人要食鸡块，我150块150俩。150个，人要食鸡块，送伊落啊，送伊落啊，150个要来无？鸡块拢有啊哈，都有咯，收着。来，阮来要食啥？来蛤蟆给来分分咧。蛤蟆给钱的收起来，唔免等啊，唔免等，拢足紧的。来蛤蟆给钱的分了咯。来，我这边蛤蟆分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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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给钱拢分了。来给钱，来过来哈，来。阮来要食啥？来。尾段给来，我拿掉。给腿嘛来啊。啊！这我来讲啊，恁到时我来无买着这個，好啦哟，该咩啦？来，我来讲恁啊，当下来无买着这個，看见咩我给咱油头，恁的零干无安尼啊，干巴鱼的买你嘛，等于用这呢，唔免500，唔免400，一人买上300，上面一人300，300，拢无啊，先互恁欢喜啊，两个三个人客就好，唔免500。
卖动的卖甲我送几袋啊！今仔真正要油大个啊，三百了，一袋够哩，一袋够哩，规袋拢卖咧。今仔你若加加钱个来，搁加一袋哩。来三百，我送要食三百块。来三百，搁有要食无？三百。好一个啊！讲会到做会到，林刚卖甲我送几袋，一袋够我送。两个人加搁一个三百，我。好一个啊！来最后一个三百，上面一个最后一个三百块，左边。来这边啊！来三百。掏钱啊！一个掏钱。掏钱啊！掏钱！一个啊！来，我收了，谢谢。大杯了无，大杯了，好，无来送我杯先上，大杯，来，要食鸡腿的钱给阿杰来哦，啊，多少一个阿伯啊，多少五六十岁了，我买三分钟，一届来就抢三分啦，拢无甲你好笑，拢无甲你赚，一届来，我要买三分啦，伊买甲唔买啊啦，八杯哦，找八百二哦，八百二。来，今日要食这个鸡腿，规支完全我当来带保证，拢无骨嘞，吼，甲你试蒸过啊，当个一只煎一只烘，一只烘，吼，拢会使啦。要煎要烘要气炸烤焦拢好食。卖五百，卖四百，吼，一个人我买一份落啊，三百上面食鸡腿，这个叫蜜汁鸡腿，完全拢无骨头，三百上面食三百。三百，有人要食鸡腿的无？三百了。来，我来讲啊，有客气的人给我送啊，这个过你啊，这个过来，这个过来啊。来沙发上面吃鸡腿的沙发，秘制鸡腿啊，沙发好不好？来啊，这个过你啊，这个过你啊，这个过来啊，这个过来啊。沙发，注意听啊，注意听无啊，规手抢了了啊。来，麦来，我来讲，五个楼啊，上新客气，麦记介绍啊，两百楼，来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拍谁无啊？无啊，沙发都无啊。等下，我等下好了，我先甲对对啊，一千块找八百，来。来，一千分了，来，一千分了，来，继续哦。阿弟啊，好，上面找沙发。我要去沙发。来，这听好啊，这是牛肉啊，吼，这牛肉。你若无食牛肉，你找偌济？无啦，不是啦，你讲股票你找呀？咁，我来找偌济？我都好啊。我都好两包，来到人要食这半斤半肉牛肉火锅，用我小叫一寡汤，叫一寡面，一家你会调，一鼎即摆起到三啊五啊，两鼎七百块，内底半斤半肉的啊，我来讲，一箱尔，唔免七百、六百、五百，拢我收起啦。一人给两包半斤半肉，全部六个人给，一瓶三个，上新价钱哦，两百块，来两百块。来两百上面吃半斤半肉，来两百块上面两百。来上面吃半斤半肉两百块了。来他这，来两百上面吃两百块，各两面吃半斤半肉两百块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无啊。最后一个两百块上面吃没有了两百。哎，卖东西，来一百了啊，一百了啊，妈咪准备一百块吃花花，今天好吃，一百块上面去吃一百，来一百块上面去吃，来客官，人家点了去，排骨。这是咸多鸡哦，这无骨头，这一发就百皮啊！来，这个加因百皮加百皮偌济？唔免三个人啊，新价钱的钱，买两包新价钱的沙发咯。来沙发，来沙发上面写台的台客全租机沙发，过来，今仔全部拢加一包送你啊！来沙发上面写沙发，来沙发，来沙发，来要写无沙发？来沙包！我靠，大卖场一模一样的客数同款，一包一百二十九块，我卖你沙发三百，比人俗人七八十块啊！你感觉有？啊，拢了。这个有。几对？啊，你那无装白？啊好啊，了了了，我来讲啊，七八个你啊，来啊，三个鸡翅了啊，新鸡翅三百了啦，好正啊，一包中筋夹啊，若无收啊，来三百个要吃无？三百块，三百哦，咸酥鸡拢无骨的哦，拢无骨的哦，三百个要啊无？三百块，来三百，拢有啊，人家我来讲，今仔专工要上个恁金贝冻的，你买两包试食，我卖百五了啊，来一百了上面吃，真的钱的拢好吃，完全拢无骨的，百五块了一排有。百五上面只百五，今日要上个你啊，今买百五个买来无？百五，百五收起来，叫床的哦。上面只啥？来，你来点招我讲你来啊！啊！三包啊，大一种，三包还有三包。什么三包？你讲？三包？我来讲注意听，你来点招我讲你来啊！注意听。三包。这皮啊嘛，哦，我来讲了，这块皮啊嘛比鳕鱼还油哦。这包你来为了队伍在这，我冲一支起出来。一只客当退钱哦，餐这叫多迄个八十，这餐厅吹一地落啊三百几块，下加一个铁盘，这三地吹面真辛苦。我来讲，我无你开一千块，你开八百拢免，一个人买就上新价钱啊，三百落。来三百，三百块三百只八十，三百块落。来三百，全部五个人计，我三地卖你三百，一地等于一百，新价钱听好啊，无啊哈，这包搁送你，这包搁送你。三斤半，八三八三，每个人无钱，搞一款含羞来整，要求好食。那鱼仔肉比蒜鱼遐顶退钱三百了。最后一个三百块上面吃，八三。那个全部拢无钱啊，把幼米面啊，最后两个三百谁要吃？
这个两个三百一个沙发，您敢嘛听过一间全台湾性连锁的大埔铁板烧无？你去遐点一份啦，200几块，一份200几块，两地啦，两地。